月的第一日，倒數咧仲有25日就到我的時間。其實我今個禮拜都是超級懶，即可能我只係做了一樣嘢 ，like for example， 我禮拜一我只係做了一份數，跟住其餘啲時間喺度補劇。呢三日都是齋做一樣嘢，跟住就收工啦，係完全係冇動力去再做下去啦。加上我而家坐到腰酸骨痛，好想揼骨啦。跟住又心散啦，即系感叹下，原来我嘅状态系可以好飘忽噶咯。我而家系超级 unproductive 啦，跟住又想约人去自修室啦，即系约人一齐温书啦，但系又懒得出街啦，又懒得约人啦，冇做过嘢反而系攰啲。我而家要逼自己做英文嘅 paper 3啊 ，part B， 即系类似作文咁样啦，因为我太耐冇做过啦。所以我是有啲嘅，我計時器都攞埋出嚟，我已經準備好75分鐘。喺度諗緊，我有幾耐冇做過，應該超過一個月。我唔記得咗幾時考完模，但係都好耐嗰陣時。我而家就要 pick up 翻。哎呀，但係我真係唔想做，好懶啊！而家好眼瞓，真係坐喺度好眼瞓。但係我又控制自己，我要做完呢份嘢，我先至可以睇一集，睇一集。一集，我啲火仲未出嚟，我而家好眼瞓。你得嘅 ，Earth Mix 喺度等紧你 ，Earth Mix 喺度等紧你，你一定要做到，你做到嘅 ，You can do it。75分鐘咧，一个钟有3个字 ，You can do it。好啦，我得起心工作啦，再见。Hello， 大家好，而家倒数系仲有两个礼拜就正式考试，实质系应该系16日，因为今日系4月10日。咁第一科就係20號啦，咁我而家就係喺我婆婆屋企，因為我陣間2點鐘咧就要去呢度對面嘅補習社補習，咁所以咧我就上咗嚟呢度食 lunch。今日係星期六啦，咁就係成個禮拜最忙嘅一日，因為我補習咧係都幾長，嚟緊補 econ 啦，咁 econ 咧係從來未試過準時放嘅，除非你自己要求啦，但係佢好少係就咁話啊。放學啦，你可以走啦咁樣，即係通常都係你留到幾點就幾點，跟住你想走就走啦。我話搶嘅原因係因為佢每一次咧都俾10幾份練習啦，啲練習通常都係 MC 啦，道理上咧係好快做完啦，但係實質上係非常之燒腦，所以我每次上完 econ 堂我都係冇曬力，我翻到屋企就會 hea。但今日咧我就要逼自己不可以吃，因為我真的有很多事做，包括我中文要做卷一卷二卷三，是不是一個禮拜，是3、4日之內要做完3份卷，還有我要補睇我的 LSD Pit， 因為我覺得我真的很久沒碰過 LSD， 其他科都要點一點，還有我想說我作假都是諗住點，諗住考完數之後那個禮拜才運作假，都可以說有4日時間運，因為作假不是我想主打的科，就算我怎麼運我作假都不會去得去哪裡。我現在坐在這裡給大家看看我婆間屋是怎樣，我想說這裡的燈光是超級目的好，因為前面是有道牆的，剛好今天見到今天是超級好天，所以燈光都不錯，同埋每次咧，好似同你講嘢咧，都係戴住副眼鏡咯，咁啱得咁巧，係好大，兩個老人家住一間咁大嘅屋啦，都想喺度住。埋我都想講下呢個特色係乜嘢啊？想講首先佢廚房係冇門嘅，咁然後咧佢雪櫃咧就擺咗喺門口隔離啦。廚房超級無敵大啊！勁想住喺個廚房度，有間房喺呢度。佢個廳係非常之闊落啦，我哋以前呢度咧係有個 L 字型嘅 sofa， 但係我婆就話想要嗰張啦，咁就所以就換咗個舊 sofa。但我想講舊 sofa 咧瞓晏覺一流，雖然我係成日都喺呢度瞓晏覺。之前有一排 online school 啦，我都嚟過呢度上堂，同我表姐一齊嚟啦。Actually 佢又喺度教書咧，佢就幫人補習啦，我就喺度上堂。我真係覺得呢、這個角度唔錯咯，係啲燈光係非常之足夠，好中意啊！但我放嘅係反光嘅咯，我戴咗一陣就已經有個印喺度，所以如果我要化妝嘅話，就真係唔可以打嘅。
你唱咩歌好？睇下會唔會震啦。你哋掹開搞會唔係啊唔係啊，我想 feel 下佢會震。啊！真係震㗎！真係震㗎！好啦，我以為要做幾年，我得翻。睇我好中意嘅泰星開 live， 我應該去睇。我做卷得翻一個鐘頭零十七秒。今日是倒數的第七日啦。當初以為我應該會去到考試前嗰一日先開始緊張啦，跟住我真係冇諗過自己會緊張。我而家就開始有啲緊張。我頭先喺度搽護膚品嗰陣時就。我 feel 到隻手喺度震緊，我 feel 到人喺度震緊，跟住開始有啲驚，我唔知輸，我驚我付出咗啲努力好似冇用咁樣啦，即係開始諗埋曬呢啲嘢啦。我而家咧就要繼續做嘢啦，又係做數學啦，因為聽朝九點三要上堂啦。聽其他同學講話嗰份卷係超級難做，希望今晚可以温到 LS。我要睇埋我最後嗰堂嘅 LS 片啦。好像都有成三個鐘 revision 嚟嘅，咁我希望我睇曬之後就可以做卷 send 俾我學校老師，跟住佢可以改多次俾我。我唔知啊，好像太遲，好似有啲遲咁樣，即係 exactly 一個禮拜之後就考，然後我而家先開始做卷。歡迎嚟到恆家嘅唱 K 房，我哋而家正式為你播放《隔離》。誰知我上傳十個限時動態定時直播，可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无所谓。我忽然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有冇人系真系试过喺屋企咁样唱 K 法？好多谢我阿妈几年前买咗呢支麦俾我。今日系礼拜五嘅九点钟啦。我都系原本约咗个 friend 去饮早茶，我要搭75号 X 去钻石山啦。我再 check 下，我搭咗架系80号 X， 跟住我即刻落车。跟住好彩對面咧都有一架75号 X 啦，咁我而家等緊啦，但係我唔知佢下一班巴士有幾時啊？佢話佢暫時冇預計嘅班次啦。我哋約咗九點，就係我 call 九點，跟住我九點仲喺漁港灣，我個 friend 已經到咗啦，佢喺地鐵站度等緊我。我次次約佢咧都係遲到，都係我遲到啦，所以我都有啲唔好意思，好對唔住啊。其實咧已經。obviously 是夜晚的時候，上一次應該是我搭錯巴士，之後呢我好像九點半才到，我八點半出門口，我九點半才到，但 suppose 我可以九點鐘準時到，但是就因為搭錯車還不快就星期一了，呼呼，真的很開心。拉緊的賴我昨日前日我是有少少 breakdown 的，都是嗰啲問題啊，即係嚟到最後一個禮拜就温唔到書，冇動力温啊，又唔想做卷啊嗰啲啦，跟住就喊咗小陣啦。雖然而家都唔係好想温書，但係都要焗住自己温。都嚟到最後一個 stage 啊，咁不如搶埋佢啦。你都搶咗六年，就為咗呢一次試，咁你再搶多一個月就已經放假，係 less than 一個月啦，其實 less than 一個月就可以放假啦。終於。就嚟到 DSE 前夕，咁而家系九點，我已經濕到啦。咁其實咧，大家見到咧，我戴曬牙套咯，我已經準備好瞓覺，因為我而家真係好眼瞓。所謂嘅瞓覺應該都係煲一集先至瞓，因為而家係好想好想好想煲劇嘅。我而家咧就仲未緊張嘅，不過相信咧，我一起身咧，真係一聽到鬧鐘就即刻擘大個眼，跟住哦 my god 嗰啲 feeling 啦。今日咧都尚算 OK 成功嘅，即係我温曬所有 concept 啦，所有 skills 啦，咁淨係爭聽朝最後呢個 step 啦，咁就係再 revise 一次啦。我真係希望我聽日可以爆多啲 point 出嚟，即係我唔祈求太多，最重要係做得曬份卷就已經贏噶啦。我做得曬份卷就贏，即係我出呢條片咧都已經係過曬啦，可能放埋榜添啦，唔知啦。但係咧都祝大家，祝所有考生平平安咁入去，平安咁出嚟，大家一齊盡力做份卷，大家都可以入到心儀嘅大學。我相機而家 flash 緊電啦，好啦，咁我而家就去瞓覺，收拾下心情，放鬆下。咁我哋唔知幾時見啦。
想讲咧，我拍咗咁多日啦，我终于都记得拨翻支麦上去。Anyway 啦，我凯旋回归啦，我平安咁样翻嚟屋企啊。咁而家咧就8:09啦，考完 LS 之后好似真系考晒成个试咁样啦，轻松咗一倍咯，啲压力都冇咁大啦。即系因为 LS 都算系我其中一科比较担心的一科啦，除了中文之外，我自我感觉都几良好的。其实我没有想到什么贴不贴题那些，即我觉得就算你贴足都有很多题型可以出的嘛，那没理由你都要贴晒这些题型，写得好不好都要看看那天的临场发挥是怎样。不过我今天算非常之好彩，我是吹到水，即我吹到都 OK 啊嘛。我考完之后我完全不太记得我写了些什么啦，起码我最多了2-3分钟啦，我是非常之少可。通常你会觉得这些情况都会有些不妥啦，不好嘢，但是我都是觉得我做得不错啦，即我想些 point 都算 OK 啦，即都托得都算丰富啦。考完 paper 之后啦，我就同我啲 friend 會合啦，跟住佢哋咧就喺度話啊，我做唔曬，我做得唔夠好啲咧，所以我都唔係好夠膽喺佢哋面前講話我做得 OK 啊。考 paper two 咧，我就冇咁大信心啦，因為一嚟我係冇完整操過份卷啦，同埋我係冇呢個恆心去自己操卷啦，咁所以咧我都唔知道我會寫成點啦，但係都 end up 都 OK 嘅，雖然我係寫唔曬啦，但係大部分佢要求我寫嗰啲嘢我都寫齊曬啦。只不過我爭在一個 paragraph， 我寫到最尾個字咧，佢就啱啱好夠鐘咯。佢一嗌 time is up 咧，我就即刻隻手咧係即刻放喺側邊，因為真係好攰咯，好想快啲走咯。我唔想，我唔想再停留喺呢個通識時空，同埋都有個感覺係哇，我讀咗3年 LS 終於都完啦 ！Oh my god， 真係好開心咯，喜悦咯，興奮咯，即好似考曬成個 DSE 咁樣，但係明明都係啱啱開始，希望可以 keep 住呢個心態啦。因為聽日考英文啦，其實英文冇乜信心，因為我冇乜點温過書啦，同埋我都唔知點温書咯，除咗睇書之外，識我嘅人咧都知道我係唔會有呢個恆心去睇書。不過 anyway 咯，我今晚咧就可能用個零鐘去睇我老師 send 俾我啲筆記啦，咁就順便喺度温下啦，即係背下啲靚靚句子啊，再上網查下啲靚靚 words 啊，希望呢啲用得著啦。今日係考完中文卷一卷二嘅地獄日子，我媽咧就成日都叫我快啲補 EM 啦，我又衰懶啊。但是自从今天考完个卷二之后，我就逼起个心肝去登记做这个 EF 的这个户口啦。咁我头先都去看了一些副学士啦，然后我就重拾翻我的心情，重新再发现过原来即系我想读的副学士其实可能同资助学位是差不多。如果是 high dip 的话，我就是想读这个浸大的创意電影製作高級文憑，但是呢我就有些位置卡住了，那我現在就問我媽媽到底應該怎樣選好。是的，我就已經花了差不多半個小時在這裡，其實沒有是3個字，但是呢我就不太肯定了。現在時間是4:05，我想我申請完之後我就要滴起心肝去溫一下我的卷衫。